2020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即将迎来他第71个生日。71年的光辉历程，人民空军的装备从蹒跚起步到体系重塑，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发，从单一作战到多兵机种体系对抗，一代代传奇战机高飞远航，它们标志着人民空军焕宇高飞的发展历程，更是铸就起捍卫祖国空天安全的利剑。那么他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难磨砺，又创造了哪些彪炳史册的空战奇迹？在人民空军成立71周年之际，军事科技将带您一起回顾人民空军的经典战机。对于许多人来说呀，五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但是对于中国空军71年的历史来说呢，数字五极具特殊含义。像歼教五、歼五、直五、轰五、运五、强五等等，这些国产首批战机呢，都是用数字五来命名作为序号的。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中国航空博物馆来为您揭晓这其中的答案。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了由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让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这17架飞机包括5种型号，分别由3个国家制造。这种杂乱陈旧的装备，几乎就是人民空军组建之初的主要家当。1949年11月11日。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第一次有了空军这样一个新的军种。这样一张看起来已经泛黄的电报稿，却开启了人民空军搏击蓝天的辉煌历程。其实早在1946年3月，在东北通化一个日军遗弃的机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组建了第一所航空学校，为空军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才。建校之初，人才与航才都极度缺乏，只有几架残破的老式螺旋桨飞机，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螺旋桨不够就把几架飞机零件组装在一起，甚至用自行车充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而用马拉着飞机在当时更是不足为奇。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同志专门到老航校去发表过一次讲话，他的话就是，我们是破铜烂铁办航校，这是他的原话。为什么叫破铜烂铁呢？当时为什么在东北选这个地方，一个就是东北是最早我们从日寇手里把它解放出来的，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当时撤退以后投降以后，在东北地区留下了大批的一些飞机、一些航材、航油，那些东西人家不会留给你一个完整的空军呢、啊、到处去找啊，这里找个轮子，那里找一个螺旋桨，那里找有几台发动机，然后有航油，我们当时派了很多同志到处去收集，就是这么收集来，然后把它拼装起来的，拼凑起来这些杂牌飞机。航空没油没有怎么办，拿酒精来替换，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就是在这么一种艰苦条件下，在老航校我们培养了120多名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人有战功。我们现在看到王海啊，这一批优秀的飞行员绝大部分都是老航校出来，都老航校出来，非常了不起。就在这样简陋而艰苦的条件下，人民空军一步步实现了艰难的起飞。1950年12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空军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当时的世界头号空军强国展开了较量。当时的美国曾断言中国不会出兵，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空军，于是麦克阿瑟带着联合国军在太平洋第七舰队以及210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迅速登陆朝鲜半岛，并向鸭绿江推进。
当时志愿军空军装备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全部是从苏联购买的，其中有100多架飞机的成套部件是从苏联运到沈阳后由东北航校机务五厂组装完成的。那么就是这批米格15就支撑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是打下了很多敌机啊，靠的就是这个飞机。应该说米格15飞机当时水平是很高的，跟美国的当时喷气式飞机水平是完全相当。米格15可以说是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一代民机。从外形上大家可以看到它发动机不一样，它有一个大的进口进气道，前面有个很大的进气道。另外它的机翼是后掠的，是后掠的，螺旋桨飞机都是平的，这个它是后掠，这样就便于它高速飞行。那么从性能上就不用说了，它的速度每小时超过了1000多公里，因为速度非常非常快，也飞得也更高，飞得更高。再一个特点就是它火力很强大，这个毁伤力特别强。美国飞行员当时都说这个炮叫没良心炮，就一挨它一炮的话，这个飞机基本上完蛋，就没有受伤一说，基本上就毁了。就它火力特别强大。因为从机动性能来讲呢，它这个飞机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垂直的机动性能特别好，就是爬升啊、俯冲啊，这个性能特别好。跟它当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跟美国飞行员打，美国人开的最多的是 F-86，它跟这个米格十五飞机总体性能、外形上都差不太多，也是旗鼓相当的。但是 F-86的特点就是，它水平盘旋性能更好，水平性更好，就是它瞬时转弯的这个角度啊，这个速度，它比这个米格十五要强。它就它们各有千秋。在这场战争中，从鸭绿江到青川江之间，曾经形成一个特殊的空域，这就是米格走廊。麦克阿瑟说中国没有空军，到后来他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说的，一夜之间，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这两个结论反差太大，这个大怎么来的？打出来。第一次击落敌机，1951年1月29号，就是我们空四师的飞行员，一个飞行大队长李汉击落了第一架。美国人很吃惊啊，他没想到会有中国人的飞机来打他，而且他们还吃惊在哪儿呢？这个中国人用的是什么战术啊？完全没有战术，完全没有战术。我们后来看过一个美国飞行员，一个叫威尔逊，他的一段回忆录，他记录了1951年1月29号他那次出战的一个经历。我们后来把这个情况一对了一下，应该就是李汉击落的，那就是那次战斗。那个时候螺旋桨飞机时代，空战都是一个叫做摇尾，相互摇尾，从尾后攻击对方。因为对头的话，双方速度相对速度比较大，瞄准也不太好瞄准，而且还有相撞的危险，所以都是采取摇尾的办法。所以说，当时标准的空战战术，双方接近，发现相接近之后，一定是想办法迂回，就我们现在看那个摔跤一样的，双方就在那儿绕，一定是双方绕。但是从1月21号到29号，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发现，当那个银色的米格机出现的时候，到了威尔逊的回忆录就说嘛，我们正准备做转弯机动的时候，没想到人家直接冲过来。直愣愣地往前冲，没见过这种战术，吓得赶紧他就一个反扣就下去了，因为角度拉得太大，他一下都黑视了。等他黑视之后醒过来，掌机不见了。这早上掌机没了，他是个僚机，他是四号机，他那个三号机没了，然后就看到空中有架飞机冒着黑往下掉了。这就是应该是遗憾击落的第一架。所以这场战斗我们取得的打的第一仗打得很漂亮，又打得很诡异，这个诡异打引号的，就是没有按常套路出牌。但是这里面其实体现出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飞行员那个时候确实空战经验不足，但是有勇气。我们这个叫空中拼刺刀，这直愣愣的就跟你拼刺刀了，
这就叫平池洞，是把那个陆军的那个精神、那种作风、那种血性搬到了空中来。这些机身上有红星的飞机，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实心的五星标志怕击落的敌机数量，空心的五星标志怕击伤的敌机数量。在那场战争中，志愿军空军以损失231架飞机的代价，取得了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的战绩。志愿军空军英雄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同、张基贵等王牌飞行员挫败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我们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硝烟散尽，我们回望这场战争，不禁有这样的困扰：为什么我们拥有王牌飞行员，却没有一架真正属于自己的飞机？我们创造了米格走廊的传奇，而传奇的重要角色飞机却并非中国制造。我们的王牌飞行员什么时候能驾驶着自己的飞机翱翔在蓝天之上呢？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仅仅一年，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这一年的7月3日，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从南昌迅速传遍海内外。新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出教五首飞成功。出教五，它是中国第一种自行仿制的初级教练机，完全仿制了从苏联进口的雅克18教练机。它结构简单，重量较轻，能像燕子一样在空中自由地飞翔。飞机操纵容易，核使学员在完成各种初级训练科目后，很快掌握飞机基本驾驶技能。它采用后三点式起落架，机头是扬起来的，机身前端及发动机整流罩为铝合金蒙皮，机身后半段由帆布蒙皮覆盖，采用教练机常用的纵列式密封座舱。它主要是用于航校去培养我们飞行员的初级飞行驾驶。主要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它不具备战斗机的功能，但是它的出现，给我们空军后来自主研发装备探索了一条路子，而且这个口子我们说选的是非常准的。你现在要搞战斗机的话，可能相对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作为一个教练机来说，它的各方面的性能要求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们很稳妥地选了这么一个口突破口，迈开了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么一个道路。创造奇迹的艰辛，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如今，一个小型的飞机制造厂都能轻松研制出的飞机，在当时却要举全国之力。从全国各个工厂、各行各业抽调了大批人员，但几乎都是搞飞机的外行。初教五从获得图纸到首飞成功，耗时仅仅133天。初教五首飞成功后，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一封嘉奖信，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我国在飞机的研发、生产和装备方面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天，除了在航空博物馆之外，人们已很难再找到初教五飞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初教六、歼教七成为了中国空军培养飞行员的装备。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空军飞行员驾驶的国产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国教练机的最新发展水平。提起中国空军的经典装备，歼五可以说是不能忘却的一款机型。歼五是由苏联的米格17战斗机发展而来，米格17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战斗机之一，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后掠式中单翼机气动布局。1954年10月，沈阳飞机制造厂承担起了米格17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任务，
当时我们跟苏联谈的是四种，按四种情况引进，苏联同志设的这个还是很合理的。你看他对你这个仿制者的要求来说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提高，他就是循序渐进的给你设计的这么一个流程。按照苏联的设计，他原来是按照时间先后来的，先干这个大部件，然后到组合件，再到零件，到自产零件，他是一步步来的。但是我们跟他商量以后，这时间等不起，我们并行作业，我们一年时间就把这个歼五飞机给弄出来。歼五是中国航空人在仿制的基础上为中国空军研发出的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当新飞机组装成功时，连苏联人都颇为惊讶，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像变魔术一样把飞机制造出来的。1956年7月19日，中国东北某机场，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歼击机腾空而起，在飞机机身前部印着鲜红的大字中0101，代号的意思是新中国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的第一批第一架。当年的10月1号，国庆的阅兵，就出现了4架歼，这是当时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事件，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主战歼击机在世人面前亮相，在世界舞台上亮相，这就开创了我们主战飞机自主研发的一条道路。1956年9月9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歼五研制成功。歼五列装之时，正是中国东南沿海防空作战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歼五飞机一直是中国空军防空作战的主要机种，而歼五在实战中也创造出令人称赞的战绩。1965年4月9日，美国空军4架 F-4B 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入侵我海南岛上空，与其对阵的是4架歼五。这场空战有着非常大的优劣差距，歼五是亚音速第一代战机，只装有航炮，而 F-4 则是经典的超音速二代战机，配备着空空导弹。战斗开始，美军战机就利用速度的优势以及先进的火控系统，瞄准时机发射了麻雀导弹。飞行员很机智，遭遇到危险之后很快一个规避掉了，这个弹没打着我们。美军战机发射的导弹虽然没能命中歼五，却也不是毫无战果。混战中，一枚导弹自摆乌龙击中了自己的 F-4， 其他3架 F-4 赶紧狼狈回窜，没想到在逃跑途中竟然又有2架坠入了大海，而中国空军的4架歼五无一损伤，全部胜利返航。这才有了后面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广东的这个海南岛方向、广西、云南边界这一线，那么数次与美机的这种串扰、侦察串扰作战，高炮航空兵都打，我们一共击落了他8架，自己大概损失的，我们损失很少，而且这个战果后跟美机、美国人后来自己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是一致的。8架看似不多，但是在这种和平时期，这个已经是很大一个数字，可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他的气焰。早期的中国战机呢，都是照着苏联米格战斗机的模式临摹发展的。五战队中啊，绝大多数的成员呢，也都有着苏联战机的影子。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这款有着“低空爆破手”美誉的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研制的强击机——强五。1958年3月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神情凝重地来到航空工业局的会议室，参加这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他说，为加强国防力量，我们必须研制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当时所有的空中强国都装备这种飞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
又有极为高效的海陆空作战能力，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航空工业历史上还极少有人接触过强击机这一课题，不要说没有图纸和资料，有的人连什么是强击机都没听说过。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设计师们根据空军提出的要求，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收集材料到部队调查，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提出了超音速喷气强击机的初步设想。强击机主要是执行对地近距攻击任务的这么一个飞机，这种说很学术，形象的说呢，个头上看就跟歼击机一样，它是以歼击机的身子去干轰炸机的活，它干的是轰炸机的活。它跟歼击机的区别就在于呢，歼击机主要打空中目标，它是打地面或者海上目标，对象不一样。再有一个，它对它的性能要求呢跟歼击机也不太一样，它主要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低空超低空突防，飞得很低，中高空性能要求不高。第二呢，火力要猛，就载弹量尽可能要大。第三，防护性要好，因为它可能要面临地面火器的射击，它主要怕的不是空中打，它是怕地面去打，所以它的防护性要求好。那么强击机在一个军队的武器装备体系中，它主要执行的是支援地面军队或者海上舰队作战这么一个任务，它更多是配属给他们去作战，作战行动中是配属给他们。强五的研制过程十分曲折，堪称我国军用飞机研制中颇有曲折性和戏剧性的一幕。由于各种原因，强五的研制工作被多次搁置，差点下马。不过在设计和研制人员的努力下，1965年6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强五原型机冒着绵绵的细雨，在江西樟树腾空而起，成功实现了首飞。强五一改苏联喷气式飞机的机首进气方式，采用西方国家的两侧进气，加装防弹装甲和防弹玻璃，以及轰炸射击瞄准具，同时采用歼六的发动机和尾翼设计，飞行员下视角超过了13度，有利于对地攻击。此后，强五在原型机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多个改进型号，而随着国家航空科技的发展，强五的动力系统、航电设备和机载武器也不断更新换代。所以这个强五飞机的出现，应该说在整个我们空军主战装备发展历史上，它的出现仍然意义很大。第一，就是它解决了我们在60、70年代甚至80年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进行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准备，我们要考虑应对敌人大规模的坦克袭击攻击的情况下，我们空军有了一款自己研发的强击机，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你不管它是不是特别行，但是我有了，你要是没它我就没有，它解决了个有无问题。这对我们国家整个对整机的设计和制造来说，应该说是大大迈进了。所以说强五飞机啊，现在已经退出现役了，我们有更好的飞机替代了，但是它曾经在我们国家国防体系中发挥了这么一种作用，就功劳不可磨灭。作为新中国空军长空五战队的成员，新中国自行生产的战机不光有初教五、强五，还有第一代轰炸机轰五、第一代运输机运五、第一代直升机直五、第一代水上作战飞机水轰五。这些五字辈的战机在火红的年代为新中国的天空筑起了钢铁长城，也为后续战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我们今天去看，它至少从这个数字上给我们一些什么寓意呢？第一，就是
我们可能喜欢更，或者说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只能采取一种跨越式发展的路，它给人家一种跨越的感，用很强的跨越感。我并不一定是说一二三四这么起来，我一定是有这么一种想法。从五开始起步，也为中国战机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歼十 C、歼二零、运二零这些自主研发、性能先进的战鹰，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共同守护着中国的天空。